好，再看一下锦衣没有加钱的，召唤兽格子的话十一个没有加钱的，老板还有非常个性的召唤兽瑞兽啊。老板的话是一个魔大堂龙卷羽，一套限量灵力超高，项链的话可以卖到一个啊1400块钱以上，1400啊，再加上啊这个衣服还能卖成个1200啊，2600，咱们总共这套龙卷羽一套给他3000块钱。等会儿想看这个魔大堂出手杀吊死的兄弟们扣个一啊，平砍触发龙卷羽法宝带嗜血攀啊。打一下建设两下，打一下建设两下，打一下建设两下，然后触发龙卷羽具秒五秒六啊，魔大堂非常的罕见，非常的稀有啊，娱乐性非常强，很舒服。491×3+480，物理系的话643，而且体魔双加，法修的话480×80，这把武器的话，初始伤害比极限少了一点啊，这把武器的话能卖上一个1500块钱左右啊。这把武器真的，这把武器物理系用挺好，法系用不太好，魔战士用太强了，这把武器简直是为魔大堂临时定制的。物理系的话它的魔力是没有用的，体质不如敏耐力好，法系用的话伤害比极限少了23点，一般般，不过这把武器魔大堂用简直就完美，魔大堂魔方寸啊。而且老板这套只是任务玩具的装备，灵士的话200+300能卖500，200+300再卖上一个500啊。戒指的话伤害位的法伤啊加法爆加上伤害，伤害也加法伤啊，然后法爆和法伤的话同时可以增加龙卷羽的暴击啊。这个灵士啊除了你能用别人没啥的用，这两个灵士的话戒指我估计能卖上一个250块钱啊，耳饰的话应该值点钱，耳饰的话应该能卖上600啊。好，看老板真正的装备来了啊，双伤害一暴击的啊能卖上一个2800块钱以上，戒指的话是能卖上一个5500块钱啊，帽子的话野兽之地加修罗傀儡鬼1800块钱，项链破血皇宫加修罗傀儡鬼2800块钱以上，腰带加愤怒加修罗傀儡鬼3000块钱啊，鞋子永不磨损加修罗傀儡鬼的话能卖上1200块钱，衣服的话时段宝石187，双加41，防御熔炼以后是201的厨房1800块钱以上。老板真正的简易高伤武器啊，起码要达到680的简易武器才能用，689×3+452，681啊，681的话双加32再减去个5，熔炼的话4点再乘以个0.67，再加上一个681，这把武器的话701啊能卖上一个7000啊左右。然后再看一下老板的浪涌套啊，还有一套任务的啊大唐的浪涌套，浪涌套的比较不错，能卖上个500+，这是全身浪涌的话只能轻松的卖到一个1000啊。好，看一下老板的个性宝宝啊，须弥真言的瑞兽成品的话大概能卖上一个3000多，半成品的话大概能卖上个2000，没有进阶啊，2000一个。这只宝宝的话有点啊，这只宝宝的话比较稀有啊，九技能的云游火，而且从背影上来看非常的大，当然它跟鬼将的话价格还是有差距的，但是它比吸血鬼高啊，跟化魂比的话比化魂稍微低一点点，这只宝宝资质比较好，这只宝宝给个10000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10000你们觉得高了低了啊？九技能的云游火，它的个性程度呢不如鬼将，个性程度一定不如鬼将，但是啊、也是一个新宝宝啊，两个天赋技能比鬼将好合啊，有人说高了，有人说低了啊，如果公平一半是高了，一半是低了的话，反而差不多啊。有一部分人公平说卖你一车，有一半人说来一车啊，买一车和卖一车的兄弟们互相加一个好友，好吧啊，然后就开始开喷啊。一个买一车，一个卖一车的反而比较稳啊。宝宝装备的话这是64啊，宝宝装备的话是66啊，宝宝装备的话这因为这个除了九技能以外资质还比较好啊，所以说我觉得10000块钱还是比较稳的，但是再多应该也不至于，毕竟它的造型决定了它的价格啊，你再厉害你始终不是鬼将，对不对？你 V12 的发动机的对不对，宝骏它也不是宝马啊，就是造型的问题啊，跟实用性没啥关系。宝宝装备200+，这个也都是3000宝宝装备，500+的宝宝装备啊。这只宝宝的话大概是一个4000啊，4000没有进阶110，宝宝装备稍好啊，加宝宝装备的话能卖上一个5800块钱啊。这只九技能的壁垒啊，这只宝宝的话大概就是一个5500块钱吧啊。宝宝装备3件的话还是一个600块钱。老板的所有的宝宝都是云游火，但是宝宝技能钱的话大概能卖上2500，2500的话宝宝装备大概能卖上1000啊，3500。须弥真言云游火啊，3000左右，顺法加4000啊。
大西级啊，3200加顺法，4200块钱，资质还可以啊。老板的所有的宝宝呢，都是云游火瑞兽啊。这个老板有一些轻度的强迫症啊，有一些完美主义的那种倾向啊，做龙头不做凤尾啊，他要成为最闪耀的那颗星 ，PK 不行，任务要做最厉害的啊。这个老板只能说很厉害，很会玩啊，能花最少的钱啊。玩出最有性价比的号啊，最受人瞩目的号啊，所以说我觉得老板在现实里应该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啊，应该是一个企业的小老板或者啊大公司的一个高层啊员工，现实里开的座驾呢应该是个奥迪 A4 起啊，月收入的话应该不会低于15000，年薪应该是按年薪计算，因为月收入特别高的很多人就按年薪算啊，加3000啊。加1800，加5500，加2800啊！你因为我看到你，我就看到了我自己啊。老板说你太牛逼了，你可以去算命了。因为我如果不是个主播，咱俩差不多啊。我玩个号可能也跟你这样啊，就花里胡哨的啊，花不了多少钱，但是看起来很好看，能让自己很心满意足的啊，开开心心的玩游戏啊。我哪天不当主播，我也玩个这样的号啊，跟我的平民号有点像，其实啊。这号的话是86009啊。